个中国透过各种方式介入台湾的选举呢，这个事情呢，却被国民党的中常委，也就是彰化县第三选区的立委谢依凤提案要这个冻结预算。那谢委员现在也来到现场了，非常的好哈。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来看一下您的提案理由呢，其实。我觉得不清不楚了哈，不知所云哦，不太清楚您到底要写的是什么呢？所以今天透过这个记者会，您也来到现场，非常的好，是不是？我们可以请问您是否同意中国介入台湾的选举？是否同意？譬如说重庆国台办招待我们彰化的村里长头人们到中国旅游，那我当然知道说，可能大多数人呢、都会觉得您是同意的。那因为这个重庆市台办来到台湾，就是您谢家这边长期以来都在招待嘛，哈。那不过今天也可以给您一个机会了哈，我们来说清楚讲明白。那我不晓得您是要加速统一，还是您主张要延缓统一？怎么发生什么事啊？没事，欢迎下午协商预算。今天也可以给您一个机会了哈，我们来说清楚讲明白。您是要加速统一，还是您主张要延缓统一？亦或者其实谢委员心底是主张不要统一？如果主张不要统一，应该也要说清楚讲明白啊。所以今天来到这里，我召开这个记者会呢，我也希望哈，给他一个说清楚讲明白的机会，那我们两个可以公开来辩论。那不是说他现在到另外一个地方开记者会。民进党根本不尊重尤锡坤院长，根本不尊重尤锡坤院长。朝野要进行预算协商前，他竟然把这个作为朝野的公法，这什么执政党？委员提案，那请陆委会来说明，是宪法赋予他的权责。过去他有啊，尤其谢委员他还是一个书记长，那还不是他的提案，竟然请候选人来立法院党团，由庄瑞雄跟刘淑芳陪同他开记者会，进行政治攻防。民进党不尊重尤锡坤院长，不尊重尤锡坤院长，下午两点半要进行预算的协商，我们党团没有必要陪他们玩，从即日起退出朝野协商，我们正式发文给尤院长。谢谢。那国民党有什么样的主张以及前提？就是说，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民党道歉了，还是怎么样，就会再进入到朝野协商？除非他正式道歉，不是这个发几个声明，希望他真的要的话，要正式道歉，开个记者会道歉，要开个记者会道歉。我下午两点半会去，会表达国民党立场之后，抗议又退席。这什么执政党啊？立法员提案审查预算是宪法赋予立委最重要的权责，提个案要求陆委会来说明都不行。帝制时代都不会发生这种事情，这是蔡政府执政底下的立法院，他们把尤锡坤呢视为无物了，根本不尊重尤锡坤。他们都不尊重尤锡坤，我们还尊重尤锡坤，当然不要啊。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我吃了两三天，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，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，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。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，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，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相当强大。你知道吗？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称它是神仙的礼物。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，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
对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健康没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 Feel Good，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，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。